我们已经进到酒店里面了，现在我们要去我们的房间。开门。哇，重。耶，噔噔，我们到了我们房间，哇塞，哇。哦，这里冲凉。呀，我觉得我们要把那个窗口打开吧，这样会比较亮一点，这样会比较亮一点。棒棒。哇！哎哎，你那拍节目到了。现在是晚上。七点多，然后我们在巴布巴的这个欧树，超美。我走看一下，它是可以上去的。那待会我们应该走这边。哦，没事吧？哪里痛？不够高啊！啊！那边有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完的。坐上去嘛，然后抱你。没有，我你看我坐。我抱你啊，要吗？哇！来，等一下，我们一起拍一张。哎，你要吃雪糕吗？要。Let's go。哦，好吃吗？这个吃不完。我们要用汤匙啊。哇，很好吃。要吗？要尝一口吗？我没有礼物了。你看我。
教练，很厉害，告诉你，我们现在是在把土在。放在夹在那套上啊，我上面还有哦，幸好我们还没有上去哦，还不上去，好吧，谢谢谢谢。啊，什么事？哎，小心。哦，我们先继续走走看看吧。哎，小心啊，马路来，手给我最重要。哦哦，那边有一个壁画，来，看到一幅壁画。超美的，我去看那幅壁画，哒哒，在这边，嘿，这是一幅马祖老街景的壁画。逛到这里，我们现在要回去酒店。什么鬼？好，我们现在回去酒店啦，这也逛完了。